到啦，漫步着的 G4T1 拆封视同购买。一个黑色盒子，这个是耳机 USB 线，可拆的麦克风装在这边的，说明书，音量的控制，灯光，它本身这边好像是会发光的吧，这个应该就是静音键了，机上 USB， 二驱动，基本上跟我原本那只是一样的呢，功能都一样，几乎没有差别。试听一下吧。它跟我原本那只耳机麦克风一样，然后一趴就已经可以听得很清楚了。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它的这个控制钮的大小声是独立的，跟电脑的声音是分开来的。它的麦克风要比较近才会收的比较清楚，也没有原本那一只来的这么的清晰，那其实已经算不错了。 OK， 就这样，拜拜。